你正在为此刻的行为感到羞愧。你试着告诉自己，你正在恋爱啊。但当你试着去感受，你又会觉得，其实好像只有你自己一个人而已。是温暖的，那时候的你们还能一起下班，时速虽然只有30，但却是最好的解冻剂。好，怎么了？这是你们第一个圣诞节。太久了吧，电影都来不及了。还不是你挑这么久，我就不知道买什么啊。第二年你们吵架了，因为你挑蛋糕挑了很久，所以错过电影了。来不及了，不要看了。而他知道你的选择障碍，所以一次买齐了所有口味。第三年，他被公司外派了。你开始想，很多事情常常事与愿违。你开始研究墨菲定律。没错，承诺是危险的。抱歉，我刚手机没电了。你在哪？你下班了吗？今天是跨年耶。我当然知道啊。你有看到礼物吗？哈？这也许是你与自己恋爱的一年。你开始明白，好的坏的感觉其实都是自己给的。恋爱是在跟自己谈恋爱，你说呢？